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48愿讲记学习到第31愿乐如肉净愿在经文当中提到永离热闹，心得清凉。那师长老人家指导我们要不起烦恼要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是禅是外不着相那内不动心呢是定是如如不动那84000法门呢都是修禅定都是让我们在一切境界当中不要着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要取相分别，不要放在心上不然呢一取相分别，这个心就会产生了这些贪嗔痴慢了不要放心上了，那心上就要放阿弥陀佛了见一切人呢他见到他的本性不要着在他这些行为上的相你一着相情绪上来了就很难真心对待对方了就好像亲戚朋友聚会了大家聊的话题财色名利那我们一听着了这个相着在他这些言说的表情内容我们产生情绪了聊这些干什么这些都是轮回的东西那我们动心了那就很不愿意再跟他谈话了那这个就被他的言语所转了所以我们在一切人世境缘当中我们要练不被境界动心不被境界转楞严经说的若能转悟则同如来我们没有被他转没有着这个相我们还是看到他的本性所以普贤行要见他的本性不要着他这些外相他聊的这些财色名利呢你心里念佛不要受他影响他刚好聊到一些话题你能顺势的把它转到怎么修身怎么齐家怎么经营事业怎么解决问题现在是人身心
都有情况，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经营事业也很辛苦，能顺势的，把它引到政治政见来，引到针对他的烦恼来谈呢，相信就会引起他的兴趣了，所以我们不能被人家谈的内容着了相，动了心呢，那很可能心里烦躁了，心里跟他们对立了，就很难继续有交流的机会了，所以在人事环境当中都是在练的，不着相，不动心，而且呢，见他的本性，然后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顺着他谈的内容，可以肯定赞叹的，我们还赞叹，他谈的不妥的，我们也不跟他对立。所以师长这里提到的外不着相，内不重心，那当然这个也不容易啊，所以师长有提到了对于外相要能放得下。师长提到从哪里放下呢？从身外之物练习放下。就过去张家大师教师长呢学布施。那这个布施也是循序渐进放下。用自己用不着的多余的送，那慢慢的喜欢的也可以送人，再进一步持有这一样东西也能够割爱，所以修行都有一个过程，这个物质环境这些物质放得下，人事环境也能够包容，能够学吃亏，能够在一切境界都能反观自己的心。比方，觉得这个亲戚朋友谈的内容，都是这些社会上的攀比，比房子的，比车子的。那老和尚说，别人错的也是对的。他还没有闻圣教，难免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我们不能因为学了佛了，变得清高了，我高，人家低了，看到这些现象了，我们产生不耐烦了，那可。他也是在提醒我们动心的，我们呢包容不够，这个是
他在提醒我们，哎，心上啊，哎，还有这些高下见。哦，所以啊，黄念老讲的习忍，哎，这些境界呀，哎，都是提醒我，我的心里面还有这些烦恼。比方说我们这个劝亲戚朋友，哎，也不要忘了要关照自己的心念，不能一劝人呢，重点都在别人身上，别人不对，哎，忘了在境界当中啊，要反观自己的心念。哎，我这个劝的过程呢，哎，有没有心平气和啊？我这个劝的时候，哎，有没有控制要求的心念？假如我没有这些心念呢，哎，我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啊生烦恼的。所以要很好的劝别人呢，那自己的心念不能在劝的过程当中啊，有着相有动心的，所以对物质环境啊，不要着相动心，要放得下，人事环境也一样啊。就像老和尚说的，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放下要求的念头，我们劝人会不耐烦的，会觉得哎呀，下次不要回来过年了。哎，这话说出来好像对方不对了。哎，净聊这些五欲六尘的东西了。其实老和尚说啊，别人错的也是对的。他受这些染污是正常的。那我们已经学佛了。我们应该更有耐心，更用真心啊。去护念亲戚朋友，而且我们回故乡过年，哎，动机，哎，很可能就是为了孝啊，老父亲、老母亲在呀，不要因为人世境缘，不是很相应和欢喜的产生这些烦恼。你看佛菩萨度众生，生生世世很有耐性。也不会一次不顺利了就生烦躁。这要学佛菩萨你看《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说的，生生世世随逐于我啊，心无暂舍。我们行菩萨道啊，就要学菩萨的存心了。而且我们以父母之心为心，以祖宗之心为心呢，那我们都有责任了，护念这些亲人了。所以任何挑战来了，我们还是不忘我们的道义，不忘我们的初心。那师长这里
讲的布施啊，这个物质能放得下，啊，心里的烦恼也能放得下，这样才能心得清凉啊。所以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啊，就清凉。所以这个师长这一段讲的啊，你们想把烦恼都舍掉啊，不认真的学呀，你的烦恼舍不掉啊。要知道烦恼是非常可怕的，它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啊，烦恼是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要认知到啊，轮回可怕啊，但轮回是结果啊，原因是啊有烦恼啊，所以我们知道轮回心才能产生轮回业了，那我们就不用轮回心了，不生烦恼了。起个贪嗔痴啊，果报在三恶道。我呢能有这样的认知啊，这个敬畏烦恼的念头啊，就能升起了，这个警觉性啊就高了。如三世信念说的，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没有念佛啊，打烦恼了，造了就是三恶道的业。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一察觉心念是烦恼啊，赶快佛号提起来了。行住坐卧啊。这个佛号不能放下啊！真的要思考事了啊，用经教正思维啊！一不用思考了啊，老和尚教导，赶快把佛号提起来。而偶益大师教导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个是大布施啊！对物质环境、人质环境都不去分别、不去要求了，都随缘了，都能放下了，而且是。二六十中啊，这个佛号啊都能提起来，所以真能念佛啊，对这个身心世界啊不再挂碍了，一切放下啊，这个是大布施了。这身心的烦恼都布施出去了啊，用念佛的方法最善巧了。那就可以心得清凉了。顺境阿弥陀佛，逆境阿弥陀佛，不分别不执着，能得清凉。那我们不被烦恼给束缚住、困扰住，能心得清凉啊。能生活的快乐了才能为人演说啊。师长这里提了，现在这个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地区都在谈环保。如何保护一个干净的环境
佛陀啊，在3000年前就讲究环保，不过没有用现在这个名词罢了。整个佛法就是保护心地的清净，所以一切行门呢，都是目标啊的清净心，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环境就清净。环境是依报，依报随着正报转，所以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非常重要。那这一段教诲首先我们学习到解决问题要从根本解决，不能从向上解决，依报随着正报转，所以正报才是根本的，环境是依报所以我们要建立起看什么事情都能看到根本在哪里。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了。佛法的教诲都是彻法圆底不是在枝末当中打转，不是舍本逐末。我们熟悉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境界甚至是整个宇宙都是自己的心想生的。那要改善一切境界，那得从我们的心调整了。心是根本的。不然我们都变成了处理事情变本末倒置于事无补了甚至于事情越处理越复杂了副作用越来越多了就像现在身体出了问题不找根本只是把症状压下去了后面流弊会很多比方说忧郁症了它根本是心上的问题你不能都是用长期用药物也得把它心上的问题解决不然这些药物吃久了伤了肝，伤了肾，那后面的流弊很难避免了。所以这个面对任何问题都能思考根本把根本的原因能够找到。我们刚刚提到了过年过节亲戚朋友相聚我们希望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把儒释道这些智慧能够供养给他们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希望能解决他们身心家庭的问题事业的问题但是毕竟呢亲戚朋友是依报随着我们的正报转
我们在劝的过程，有没有耐性？不起情绪，起情绪，我的心不清净了，那这个劝呢，就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还是随着我们的心转了，随着这个正报转，所以劝别人的时候，不能都着到外在别人的这个相。还是要能够护好自己的心念，这个是根本。我们的心念，没生烦恼，用真心。我们说的每句话，甚至于是，一个表情，一个动作，都是真心的，流露。就能呢，跟亲戚朋友的真心感应道交就能呢，触动他的善根。假如我们自己呢生了烦恼了，在劝的过程，着相动心。那我们是烦恼心啊，怎么启发他的善根呢？就不容易了。好，那这里有提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永离烦恼，心得清凉。这种清凉快乐啊，我们说不出来，也没有法子体会。佛经上常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去尝一尝，怎么晓得它的冷暖？你今天用温度计去量，量多少度，每个人冷暖的感受不一样，佛法讲的境界，必须自己去体会，去亲证，我们信解之外，自己要去行。就会有体证的，就像这个念佛的欢喜念佛啊，佛光一照，垢灭善生，生意柔软，那这个我们得老实去念了。就有那个感受了。当然就老实念了，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很好的瑞相，那这个反而适得其反了。念佛想求一心不乱，那反而心有掺杂了这个欲求了，欲求一心，心欲乱了。所以修行呢，不要搞复杂了，像念佛就是提醒自己，一切莫管，脑海里不要再浮现，过去的事、未来的事啊，现在在处理这些事的，既然念佛了，都要放下，然后字句分明，一字一句念清楚，平平常常，平常心是道。
不要着急啊，不要求什么瑞相啊，啊，平平常常，老实念去就对了。哦，哦，那这个念佛身心的受用啊，在老实念的过程，啊，慢慢感受到了。哦，那一感受到了，啊，这种念佛的法喜啊。那世位哪有法位呢？啊，这世间五欲六尘呢，哎，自然啊，慢慢的就放得下了。啊，那个没有念佛的法喜啊，受用了。哦，啊，所以这个冷暖自知啊。哦，哎，人。这个懂得知足了，啊，懂得放下了，啊，哦，他感觉到，哎，放下贪心的受用了，哦，那你叫他再去贪了，他不愿意了。哎，真正感受到不发脾气的好处了，啊，你再让他去发脾气，他也不愿意了。好，好，所以这个，哎，都要啊，自己去体会，啊，放下一分呢，哎，就有一分的受用了。所以这个佛陀三衣一钵啊，物质生活啊降到最低了啊，哎，但是没有人比他快乐啊，因为知足常乐 啊，因为心地清净了啊。那孔子跟颜子啊，他们也有表演的孔颜之乐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啊，因为他乐在道中了啊，乐在清净心啊，平等心哦。那我们看人心一不清净，一不平等了啊，被烦恼啊困住了。好，好，所以，真的有体会到清净平等的受用快乐啊，哎，不再自讨苦吃了，不找自己的麻烦了。哎，随顺自己的性德，那清净平等都是我们本有的性德啊，来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乐尽比丘啊，所受快乐犹如乐尽比丘啊。那这个乐尽比丘啊，就是阿罗汉。啊，见思烦恼断尽了。啊，我们都知道啊，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的。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啊，我们在处世待人接物的事项当中啊，就要练把见思烦恼放淡。见啊，哎，比较是见解，我的看法啊，失惑、贪嗔痴慢疑，
这个是比较是情绪的部分。哎，其实呢，我们在劝亲戚朋友的过程，就是放下见识烦恼的过程。哎，比方说他一些观点，哎，我们听了，觉得他太差劲了，那可能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看他。哎，假如，哎，你从他的成长环境背景，哎，你也不意外他会这样思考事情。在静缘当中啊，我们时时练呢，不要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我们都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呀，哎，这个就是再把见惑啊放淡了，这个我见能够淡了。然后呢，过程当中啊，哎，不起情绪，去感同身受对方，哎，不起情绪，自我感受放淡了，这个是失惑在减少了。所以佛法练功夫啊，在哪里练？在每个境缘啊，立誓练心呢，练放下烦恼。那此地所讲的漏尽比丘，是不是小乘阿罗汉毗湿佛？决定不是。因为本经啊不是小圣就是要用大圣的标准大圣漏尽是法云地的菩萨是一般经上讲的大圣阿罗汉或者称为大阿罗汉。不但断见识烦恼，断尘沙烦恼，无明也将要断尽了。实地上面就是等觉，就是圆满成佛。实地菩萨，法云地的菩萨称为大阿罗汉。所以此处的漏尽比丘啊，就是法云地的菩萨。这个说法才真正是极乐境界。所以如果讲小圣阿罗汉，西方极乐世界所受的快乐，那就是很平常的。一点都不稀奇的，不值得十方诸佛赞叹的，那普贤菩萨都劝41位法身大士求生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那个受用，一定是超胜的，才会劝请都。倒归极乐世界，所以应该不是只是小圣阿罗汉的受用啊。如果说所有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像法云地菩萨，那是不可思议啊，无比的殊胜，这与经义啊。才能相应因为是大乘而且是一乘的而且是行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菩萨的法界所以这样呢
才与精义相应，与极乐才相应。若其想念贪计生者，这个两句啊，就是第31不贪计生愿。刚刚乐如漏镜啊，是第30愿。不取正觉，是四愿的总结。这段经文总共讲了四个愿。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想念是心法，寄生是色法。心法与色法皆是有为法，有为法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妄的。天清菩萨将一切万法归纳成白法。那这个白法名门论当中有提到我们前面课程呢也跟大家有说到心法有八种心所有法这些部分呢都属于心法有51种第三呢是色法有11种心不相应行法24种心不相应行法像时间空间都算就是抽象概念根本不是存在不是真实的所以这94种都是有为法都是生灭的刹那生灭这不是真的了你把它当真了就着相了知道它是假的不着相不放心上了就像我们上个礼拜看这个电视剧知道它是假的不会放在心上而事实上就像梦境一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我们做了梦知道它是假的不会放心上所以看的戏剧做的梦知道是假的不放心上其实我们现在所遇一切境界就跟梦一样我们做的梦是梦中梦现在也还在梦中梦中梦醒了现在还在做梦祖师说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就是他醒了他从梦境中醒了那我们假如知道确实现在一切法我们眼前一切法梦幻泡影我们就不放在心上了这些有为法
不放在心上了。哦，所以《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好，事实真相如是啊，佛才教我们要永离恶执啊，我执、法执。哎，其想念呢是法执啊。我们看，我们起念头很多的相啊，一切相都是法。啊，我们都放在心上了，就对他们有执着了。啊，其想念是法执，贪即身，啊，把这个身当我了，这个是我执了。啊，两种执着啊，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不会有。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啊，这两种执着啊，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的习气，啊，哎，不知不觉啊，自然就起来了，啊，没有办法控制得住。生生世世习气呀，啊，时间久了，啊，你没找他，他自己就来了，啊，啊，所以修学的重点，啊，对治我执法执了，我执不破啊，哎，就出不了三界。啊，法执不破，那这个念头放不下了，起心动念放不下，就不能见性了。啊，我们冷静的思维啊，有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能力啊，能破恶执？哦，我们修行的人呢、啊，要善思维啊！啊，我们是现在知道啊，不放下我执啊，出不了轮回了啊！不放下法执，不能见性啊！啊，那我们得想办法来破这个恶执啊！啊，师长讲到了，不要说破恶执啊。啊，破法执的人决定破我执，破我执的人呢，不见得破法执。啊，有什么能力破我执？啊，如果没有能力破我执啊，那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出不了三界。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了。啊，我们假如没有办法破我执，我们清楚啊，我执啊，造成六道轮回啊，那我们就出不去了。我们能找到原因，但不能克服了。哦，那在一切法门里啊，念佛法门呢，显得特别殊胜啊！殊胜在哪里啊？这个法门呢，不破我执也行。所谓待业往生，横超三界啊！哦，可以待就业往生。哦，而且是横超，不是竖超，哦，那
那数超呢，那就要见货88品，失货81品了。啊，你要一品一品了，这样数出，很不容易。啊，横出啊，就好像那个竹子啊，竖出啊，一节一节破了啊。这个虫，比喻啊，虫才能出去。竖出是从旁边咬出来，哎，可以啊。这个横出啊，从旁边出来，横超三界。他的条件呢，就是信、愿、行三资粮啊，就是老实念啊，这个行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容易，虽容易啊，我们偏偏不肯做，很想做又做不来。总是间断夹杂怀疑，何以怀疑？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认为啊，已经不怀疑，可是，在言谈里啊，在思想里，在表态上啊。常常还想着禅宗、密宗、持戒、持咒啊，或者世间名利啊，这些都是怀疑的现象啊。如果不怀疑呀，脑子里哪里还有这些妄念？疑心没断，心不清净，这个佛在大集经中说了，末法时期呀，异人修行，罕异得道啊，异完了，很多的修行人呢。修其他的法门，当生成就不容易了。唯一念佛，唯有依靠念佛法门了，依靠求愿往生呢，极乐世界，得度生死啊。好，那我们对佛这一句教诲啊，我们怀不怀疑？佛是慈悲到极处了，知道我们末法众生的根性啊。正法时期，戒律得度。相法时期，还很像正法。这个时期是禅定得度。末法时期啊，那。这个是要靠净土成就了，所以黄念祖老居士有慈悲啊，护念道他老人家说到了，我斗胆的说不管修任何法门这个法门是指大乘法门不管修任何法门。只要不求生极乐世界，这一生要了脱生死，不可能。因为往后众生的根性要靠自己断见识烦恼破我执，然后出轮回，几乎不可能的。要靠求生净土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了。
能够待业往生呢？所以我们呢，能遇到念佛法门，这个是大因缘、大福报啊！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所以我们不要怀疑啊，老实的真心确愿啊，老实念佛那铁定呢，可以万修万能去。死心塌地啊，修这个法门，不怀疑佛在大集经当中的教导不怀疑黄老的良苦用心好，下一段师长讲了，《金刚经》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是什么？老实念就是实相。大势至菩萨讲的净念相继，就是实相。我们最近呢，在疏钞演义里所读的四种念佛，持名与实相，彻前彻后，由此可知啊，不用念佛法门，你就要破我执，破不了我执啊，能出三界了生死的，只有老实念佛这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这个老和尚这个开解不能怀疑啊。不然修了不能得力的法门呢，几十年过去了，时间空过，那就很可惜了。对修行人来讲，最宝贵的就是时光了。一份时光，一份命光了。我们要珍惜强健时，努力修善的，好好念佛啊。正住双修，正修是念佛，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功德的，所以念佛法门能普度九界一切罪障深重的众生，平等得度，平等成佛当来一切寒顶皆依此法而得解脱啊！所以因此念佛法门才被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赞叹。有他的道理呀！十方诸佛同赞，千经万论此归。我们晓得，真正两种执着都断尽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那这个师长这一段讲到啊，老实念的就是实相啊。
净念相继就是实相。啊，姜味浓居士讲到了这个持名念佛啊，暗合道妙啊，巧入无声的啊，即是行深般若，无意念实相，跟实相念佛啊没有差别。哦，所以这持名念佛殊胜的啊，所以江居士讲的啊，这个佛号啊，能消众业，能灭众罪啊，啊，他无意念实相啊，这个功德力非常大啊，巧入无声啊，因为我们老实念的过程呢，没有其他妄念，叫因无所住，一生接一生呢，俄生其心。啊，所以老实念了，哎，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哎，净念相继了，啊，那真的就是无意念实相。哦，哎，我们对这一段开解不怀疑，啊，老和尚江居士开解啊，完全相同。啊，那下莲居老居士他老实念了，他真感悟到了，啊，他有一段啊，他自己修学的心得啊，在自警录当中，啊，他提到念佛即是自心现的，啊，你看念佛是深深唤醒自己呀，弘明正章自性。所以念佛即是自心现，自心现时方念佛啊。不念是迷，念是悟啊。迷即不念，悟即念啊啊，念即见佛，成佛时。哇，你看他老实念的感悟啊。当下念这些阿弥陀佛啊，即是见佛成佛的时候，三际同时无先后，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啊，他没有分别的念头了，哦，那时间空间呢没了，哦，所以念即见佛成佛时啊，我们的念头里面，哎呀，要念多久才能见佛啊？啊，才能一心不乱呢？哎，这些都是妄想。好、哦，好、哦，不求一心，不断妄想，要自具分明啊。好、哦，哦，所以老实念，啊、哦，没有这些分别执着。这个三际同时无先后啊，净念相继即是佛了。哦，这个有味道了啊，净念相继了，就巧入无声了。哦，那你意顿隔万亿尘啊，你意啊，我们起了啊，失意了啊！佛法是不可思议了，我们又去思又去意了，哎，顿隔万亿尘了。哦，其实这个极乐世界是心作心事的，哦，十万亿尘去此不远了。嗯，但是我们一分别执着了。那烦恼啊，又做主了。
所以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个是随顺的熟地讲的真谛那极乐世界也是自己的心现的，所以这个净念相继即是佛就是实相了。那性闻如来亦方便我们现在听闻如来所传的特别法门奇特奇异的法门所以苦乐茫闲莫停身我们太幸运了遇到这个不用破我执就能够出轮回往生作佛的法门了掌握住了苦乐茫闲莫停身了这一生所遇的这些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要去执着了都随缘但是呢这个佛号要提起来这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顺境阿弥陀佛不贪着逆境阿弥陀佛不嗔恨苦乐茫闲莫停身一停身了就在苦乐茫闲里起贪嗔痴慢了起烦恼了好所以我们珍惜这个出轮回的好机会所谓无量劫来稀有难逢这一日不能错过了好幕后一句不取正觉是总结前面四个愿四愿呢都圆满实现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示现成佛我们看很多段经文幕后都是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们也感觉到阿弥陀佛一发愿那种决心毅力 还有慈悲这真的是每一愿都是大慈悲大愿力大智慧的流露我们再看呢下一段经文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语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32、33、34愿幕后一句是总结第32是那罗延伸愿那罗延是金刚神的名号经上常常也说他为金刚力士在此地是形容他的身体永远不坏像经上所讲的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这个清虚之身他不用饮食了饮食很麻烦
浪费很多时间了。当然我们现在该吃还得吃了，该睡还得睡了，身体上的这些需要，到极乐世界都不用那么麻烦了。无极之体这个无量寿了。这修行这个死魔很厉害啊，寿命一到要退回去了。所以这个金刚不坏身呢，就是清虚之身，无极之体。这一愿我们要整个合起来看，才晓得金刚不坏身是怎么成就的。愿闻开端，生我国者。可见净土是真正的平等，无论从哪一道，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不管是哪一土，不管是什么样的品位，都一样。善根无量，老和尚在开解的很透彻，很细致，甚至于这个开解，都能体会到阿弥陀佛的心，这一句生我国者，感觉到阿弥陀佛的平等心了，只要生了，都一样，那善根无量呢？说明啊，凡是往生的人。都是善心坚固，不怀疑，不夹杂，这样的人才能往生。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特别是遭遇挫折，遇到大的苦难，决定不退心。念佛求生的心反而越来越坚固，这是善行。其实啊，我们遭遇挫折苦难呢，就更体会到轮回的苦啊，更发起出离心呢、这个叫随事菩提心啊，谁遇到的事更发起出离的心，求生净土的心。那假如都能转念，转成菩提心，求愿的心，转成出离心。那就没有不好的境界了。所以能转念呢，就不生烦恼了。事事是好事了。所以境界没有问题，问题在我们念头有分别执着，才会卡住了。所以这里老和尚就教我们转念了。遇到大的苦难了，念佛求生的心啊反而越来越坚固了。因为不出去了，这些苦难就无量劫又无量劫了。所以老和尚说，咬紧牙关，此生正无量寿。人生短短就几十年了，再受什么样的五路毁谤啊？没关系，我们忍得住。再没有多久我就是西方国里人了。
啊，就能得到极乐世界所有殊胜的受用。哦，那太值得了。那我们想到阿弥陀佛的愿当中有一句啊，纵使身至诸苦中啊，如是愿心永不退啊。他跟老师发愿当中有这一段话啊。哦，那等于是遇到苦难了，哎，这个愿心更加坚固啊！而其实人一生呢，不要去求顺境啊，其实啊，顺境都是在消福报多啊。反而我们在遭遇挫折苦难的时候啊，反而是在修德积德了老和尚说三善道是消福报啊所以我们在人生过程呢多吃一点苦啊，好啊，才在修自己的德啊，不然都是顺了，就产生贪着了，就产生别人对我好是应该的，或者遇到逆境就生烦恼了，那自己呢，就在福报当中堕落掉了，所以我们闽南话讲的，假扣动作假报，吃苦当做吃补，真的像吃补药一样啊，夏莲老说的，若多无苦，忍从何生？没有这些苦难呢，我们的忍辱怎么修啊？借彼魔恼，兼我愿力。借这一些境缘呢，坚定我的愿力。只要将猛，不怕贼强。我们自己愿心坚固了，不怕这些外在的烦恼啊、诱惑啊。观德于忍呢？一个人德行好不好，有没有提升，看他忍住的功夫啊。观福于量，看一个人的福报，看他的心量，多能包容。不对立，不计较，肯吃亏。这个都展现出啊善根呢、所以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所以，一个人的善根，在他遭遇挫折苦难，可以观察得出来。一切善心中啊，第一善心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比这更善，因为这个心呢，决定成佛。成佛之后啊，普度众生。你想想看，哪有比这个心更善的？这是因呢，因为这个因
才得金刚不坏身的果报。哦，所以要善根无量啊，种了无量的善根，得这个金刚不坏身的果报。那我们修行啊，也是正住双修，正修是念佛，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所以善啊，要积极的修啊，又不着这个善啊，所有善根又心心回向。哦，所以念佛人。哎，真的遇到成熟行善的缘，哎，不会见义不为的，还是会尽力的去成就这个善事，哎，这个都是善根。好，那坚固之力是讲身体。起用身殊胜古德在注解里跟我们说金刚那罗延就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是密宗创教的教主密宗是龙树菩萨开铁塔见到金刚萨埵菩萨，他把密教法门传授给龙树，龙树传到人间，密宗是从这里来的。哦，那这个金刚那罗延是金刚萨埵，那金刚萨埵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由此可知一个人要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密宗里所说的成就大圆满法身。在哪里究竟圆满？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圆满。这才能得究竟圆满。古德这个说法非常好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也有引用所以往生是大圆满所以普贤菩萨带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导归极乐世界这是成就大圆满。好，第33，光明会变愿。身顶皆有光明照耀。佛顶上有圆光。全身都有光。有常光。有放光我们想想往生的人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就不平等了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呢就不相应佛光众生光主伴不二身佛不二皆以此光宣扬妙法法即是光光即是法不离此光而说此法这就是成就一切智慧获得
无边辩才，这是正智圆满的成就，这个辩才啊，佛在经上归纳为四大类，称四无碍辩才，这是性德自然的流露，不是能学得来的。学得来的称四智辩聪，这四类啊，就是一般经上所讲的，法义词，要说，前面三种啊，属于智慧，后面一种啊，属于慈悲，有智慧没有慈悲，他就不说，有慈悲。没有智慧他就乱说那也不行，必须悲智双运啊。我们现在说话也要练悲智双运啊。可见得啊，说法实在不容易，一定要开智慧。当然我们还没开智慧以前说话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智慧从哪里开啊？智慧从清净心开。清净心呢，起作用就是智慧。要想自己本性里般若智慧现前，最好的方法是少打妄想。所以我们呢，希望更好的跟人沟通，用智慧沟通啊，首先啊，我们要多少打妄想，多念佛号啊，要把念佛摆第一啊。也就是说啊，凡事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因为你用的都是妄心了，不用妄想，不胡思乱想，让心定下来，那是真正的定。外面境界不是不明了，外面境界要是不明了，那是无明，不是定。外面境界明了，胡思乱想，那是邪见，是病。外面境界清清楚楚，里面的心如如不动，这是镇定。如果不会修啊，你就念佛，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就是念佛三昧，这就是修清净心了。修平等心，修觉而不迷，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就是圆满的戒定慧三无漏学。戒学是清净，定学是平等，慧学是觉而不迷，都在经题上。这部经的好处啊，很容易就看出来。你依照这个方法修准没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就是清净平等觉。我们平常生活啊，总有许多事要做。要学着做事不妨碍念佛。一面念佛一面做事。一面做事一面念佛。必要熟练，这个海贤老和尚有给我们做表演，当然我们做事的时候啊，假如要思维，那老和尚指导，
还认真去做事啊，哎，用真心去思维去处理事啊，哎，真心去处理事啊，也是念佛啊，事情处理完了，哎，再把佛号提起来就对了。啊、哦，我们有了清净心啊，啊，哎，智慧能吐出来，啊、哦，啊、哦，这种无碍辩才呀、啊，也是从智慧流出来。好，那这个承德呢，啊，从18年初啊，啊，出家。啊，就到了英国汉学院了，啊，负责一些工作，时间很快啊，这6年过去了，那也没有啊，啊，在啊这个丛林当中啊，啊进修过啊，这个啊佛那个时代。出家人都有结下安居啊，哦，啊，每一年一段时间的静下来，哦，那这次啊，承德啊，回到台湾啊，这都出家6年啊，也想啊，进丛林中啊，好好静修。啊，差不多啊，啊8周的时间，差不多2个月，哎，在这里也先跟大家告个假，那也感谢大家，每个礼拜我们都一起共修这个老和尚的法身舍利。啊，老和尚讲的48大愿，那也祝大家这段时间也是勇猛精进，法喜充满，谢谢大家，阿弥陀佛。